三月是春耕前的备货阶段，荣耀场店作为只保无人机的新宠没有套路。16000MAH15026S750MAH15C6S960，圆满100组，答谢新老客户的支持与厚爱，受信赖的企业级服务为质保无人机定制，研发温升低自放电滴，充放寿命长，安全稳定，不易燃电池的循环寿命超过450次上万次的调整和试飞。目前产品经过第三方检测，报告显示循环寿命超过450次。区别于市面上的电池温度太高，夏天到田里去作业时电池维持在50度左右，换电池的时候会感觉到烫手，而这款电池在工作状态下不烫手，杜绝了传统锂电池温度高会在大功率充放状态下损伤锂离子活性，发生吸力现象，加剧报废速度。通常作业地块8元每费用，算了一下，如果两块16000毫安时的电池价格按2000元计算，配备在重十升的质保机，一次作业10亩地，电池用到了150个循环，整个寿命周期成本是 1.3 元亩。电池用200个循环，整个成本是1元亩。300个循环算下来 0.67 元亩。要是电池能用到450次循环，电池的成本就降至 0.45 元亩。几乎可以多赚 0.85 元亩。明白人都知道，一台无人机一年平均2万亩左右的作业量，电池循环提高到450个，轻轻松松一年一台机器多赚 1.7 万直包利润。联系电话 41082886386， 官方网站 www.rocdron.com， 联系邮箱 marketing@rockzone.com，靠淘宝店铺江苏荣耀天虹。